100%，哇！现在又在干什么？哇，更新完成啦，开机哩！哇塞，更新完成，我们来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它到底更新了什么鬼？Congratulations, your phone has been updated successfully to version 1.34.709.1. 什么？然后嘞，然后啊，结果更新完，Android 还是5.1啊！这我是要用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都还是不能用啊！这更新这个是在干什么？好了，那至少这一只 HTC 它的功能，那至少这一只 HTC 它的功能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那至少这一只 HTC 它所有的功能硬体应该是都没有什么问题，除了这个相机掉出来以外，没有办法用相机之外，其他的都没有什么问题，就除了 Android 版本太旧那一样，也就是你想要看个 YouTube 还是干嘛的也都可以，所以。也不要乱拆它啦，就让它继续维持它的生命，让它用到不能再用再说。